们是不是真的要用热情来融化他们一下？那剩下的都是雪龙区的朋友吗？当时候他们突发奇想，说玩 cosplay， 然后呢就让我办了一个叫做罗马战士。别人为什么办的是美人鱼、阿拉丁王子，我为什么要一个烟熏妆？然后我手啊抓得很紧哦，那个小石子还掉下来，就掉进水面溅出水花，噌噌噌噌噌噌，我还尖叫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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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理我。Thank you， 翁仔你。好了好了，朋友，W O N G 是念 Wong， 跟我念一次。啊，对不起。一个国家最基本呢可以做到俾佢哋嘅人民呢是保障和保护他们的人民，而令到长居外国人这么不方便呢，其实在我的眼中呢是保护马来西亚本地人的一个方法来的。可以吗？所以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